带领我入妓院迎春阁，搜集迎春阁内嘅犯罪资料。唉，大佬，我系读书人嚟噶嘛，点可以去埋妓院啲咁嘅地方嘅呢？而家唔系读书人啦，你系只鸡虫。喂，我有痔疮啊！顶唔顺啊，饥不择食，痔疮当田螺。呢一个就系精疮补甲，你带咗佢就会百毒不侵。如果你有咩歪念同邪念咧，一有反应。成年盲妹玉香一件，保证原厂保用一次。真系英雄气短啊！嗯，你不过唔紧要喎，嗱，你信我咧有得救，等我整几只宝嘢俾你叹，担保你可以后期发育。吓，系咪真噶？官人想唔想为国捐精啊？大哥，灵，你发癫啊？啊，上司。